Thank you.
只对付那一张蛮难的哦，那可是如果你们写第一册那一张，就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那么的，刚不是有第一册的，你们可以先写第一册复习哦，都是这个题来看，这个，这不得了啊。一到四册吗？不是第一册复习啊，上面都有写。你们可以先写第一册复习哦，然后有问题等一下再问。你们先多练习一下，好不好？哦。